好，那其实 我自己跟这个地方，还有跟九本山其实很有缘分，因为我家开餐厅嘛，一定要用到香菇，香菇就想到哪里，九本山，所以我每次都会开着车载我奶奶上山去买香菇，买回新店，对，所以每次一定会经过这边，我们一定会进来走一走。进来，那时候你们家的车就是我们之前在桃园八德，对，在交流道上面开到抛锚坏掉报废那台，对，就是它。我们跟桃园很有缘分，真的很有缘分。对，然后今天很冷，然后希望我们的歌可以温暖到各位。然后第一首歌呢，这首歌叫做《前往风光明媚的路上》，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脚下的光，而我只是真正的看风的方向。
风光明媚的路上送给大家，谢谢。